惊吓程度 X100。 大小姐林淑敏眼大大，脸尖尖，变蛇精男，网民直呼吓死宝宝了。在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，大小姐林淑敏和宋水辉、许佳杰，不少人都看好剧中的这一 pair， 希望他们最终能开花结果。虽然林淑敏在最佳女配角奖中失落，输给了朱晨丽，但不人气依然减。最近大小姐和宋水辉一起出外景，在外景车上玩自拍，还用了 APP 拍了奇怪的自拍合照。林淑敏留言，是蛇精灰和芭蕉莲吗？单看清楚一点，林淑敏的样子比较像蛇精男，而许佳杰就是蛇精男的 friend 芭比天团成员。有网民问咩了，有人更直呼好恐怖。最后许佳杰就奉劝大家不好乱用 Erds 开玩笑话，哇，真的劲到呢。我韩静凯，眼大鼻高最细，超越物种和性别。图文来源娱乐平台。